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超级工程深中通道的建设现场。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，离水面有270米高，也就是说大概有90层楼高的位置。那么也就是在这样极具挑战的环境下，我身后的建设者呢，正在进行伶仃洋大桥的主缆架设工作。像这种大湾区的超级工程，在作为一个新人来参加的话，个人还是非常自豪。在这种比较艰苦的环境下的话，也对自己以后的什么精神品质提供很好的帮助的。伶仃洋大桥是目前世界范围内跨度最长、高度最高的海上钢箱梁悬索桥。主缆是大桥的核心受力构件。那么主缆是怎么组成的呢？它是由199股我手中的这种主缆钢丝构成。那么这种钢丝呢，是它有超强的耐腐蚀力，也是目前应用到悬索桥上拉力最强的钢丝。深中通道项目呢，是“十三五”国家重点工程，项目总的投资概算是446.9亿。到今年6月份为止呢，我们完成了290个亿，那么占我们概算总比例的接近65%。相比病毒共存的话，当然要必须要配套啊。所以呢，用旺旺水神来防疫，有效能够保护您、保护自己、保护家人。防疫不能等，请赶快上快点购。买的时候记得呢，输入呢秀秀的推荐代码 CTI 666 CTI 666，希望大家做好防疫。